哎，杜月笙当年的家里吃顿饭是什么体验？出于好奇心，大乐哥替你们好好尝尝啊！咱们组厨已经到了，让他给您推荐一下。您好，早上好啊，我姓吴，大哥，我是您的粉丝，真的假的？巧了，那今天费心了，今天给你整，绝对是以前你视频上面没有的菜，那这有难度啊，那咱们就期待一下，感觉我以为麻辣德子来了，人物醉江虾。这是拿腐乳醉的是吗？是的，确实是咱没见过啊。这虾是生的吗？是。尝一下啊。它这个酱里头除了腐乳，还有果汁的味道，虾肉甜甜的，然后很嫩的。这是个什么啊？黑松露耳菜，就榨菜根儿呗。是。看到了吗？这一片一片的，上面配点黑松露，挺浓的那个黑松露味儿，里头反正还是那个榨菜疙瘩那个味儿。我小前吃榨菜有阴影，这道就算了。这是今天的主菜。帝王蟹，那帝王蟹我吃过呀。我今天给你整的绝对是你没吃过的。期待一下，看看吴师傅的帝王蟹怎么做的。脆皮虾紫金沙参，这是海参吗？这个真没见过。哇塞，外面这层特别脆，看到了吗？像牛蹄筋似的。这个太期待了。好吃啊，外酥里嫩，中间的海参肉很厚的，咸鲜扑鼻。啊，真的很好吃。给你准备帝王蟹，这现场做呀。这啥呀？这是豆浆，豆浆配帝王蟹呀。对，这确实是没吃过啊。这啥油条？这是自己做的老油条，都切好的蟹肉放进去煮。哇塞，榨菜末、小葱，这个豆浆因为是我们自己熬的，你看这上面有豆腐衣，豆衣就是这样来的。这再熬这是腐竹，是吧？啊，太期待了！这个，走，尝一下啊。就是绝，帝王蟹。帝王蟹它那个鲜甜的味道里面加入了豆浆里面的那个豆香，喝这个豆浆的时候，还有一种海鲜汤的那个鲜味儿，很神奇。鲶鱼腩拼菠菜墨鱼面，这个面是鱼肉做的。对，哇塞。入口是鱼肉的香味，滑溜溜的，又像面条一样有一点点筋筋道道的口感。下面就是鱼腩，鱼身上很肥美的一块肉，啊，就是那种上头的香味。大哥，今天吃的怎么样？相当的不错，很多菜都是咱们平时没有吃过、没有见过的。感谢吴厨，饱赞。